兄弟大家平安，咱今日来看《何西阿书》十三章第四十到第八节。对你出埃及地的时，我做你的上帝耶和华。我以外，你唔通认捌别个上帝。佮我以外，无有救主。伫旷野打扫的地，我已经捌你。因照因的美娘得到食饱，已经食饱，因的心就自高，对安尼袂记得我。所以我对因亲像狮，佮亲像把米伫路边。我拄到因亲像失落囝的形貌，拆了因的形胁。伫遐，我要亲像母的狮吞食因，野兽要拆了因。刘兄，咱今日看这段经文啊，我相信啊，有予咱得到真侪的提醒。因为咱特别是这段经文内面所讲的，当因食饱，因得到饱足，因的心自高，怎啊袂记上帝？这个袂记，我想是真对咱有真要紧的提醒。咱常常伫生活中间，检查咱会袂记上帝，要咱会袂记去，袂予咱来袂记去上帝，就是咱真正清楚认捌。所以伫今日内面，甲咱讲，我以外，你唔通认捌别个上帝。然后伫打扫旷野的地，我已经捌你。这两个所在拢讲到这个认捌。所以认捌，当这个认捌的时，嘛咧提醒咱，咱对上帝的认捌到底偌济？我最爱。也约翰福音书第十七章第三十所咧讲的，这个永生，耶稣咧讲永生，什么叫永生？永生就是当咱持续不断认捌这个独一真的上帝，以及上帝所差来耶稣基督，就得到永生。约翰福音书特别用这个认捌，所以伫今日经文内面嘛提醒咱爱真正认捌。认捌是什么意思？认捌就是。咱的生命通过认捌了后，咱跟甲伊会当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。所以当一些人因认捌别个上帝的时，因嘛甲因建立迄个关系啊，咱的生命更加需要认捌这个救赎咱、疼咱的上帝。我最爱福音书约翰福音书第三章的十六节，真侪人拢会晓背吼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。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咱的台语的圣经讲，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子赏赐世间，予见那信伊的人未沉沦，未得着永远活。我嘛中文的翻译我真意爱，因为伊伫迄个所在，予咱感受到迄个转化的无共款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这个翻转实在是伫咱的生命真要紧的提醒，这表示一种转变。咱的认捌。在奥古斯丁伊讲，其实人上大的问题就是骄傲，骄傲是咱得罪上帝上严重的问题。加里文讲，人上大的问题就是怠惰。无论是奥古斯丁还是加里文，拢甲伊提醒，咱的生命内面有一个人性，迄、那个人性兼差就是骄傲，兼差就是怠惰，会真做咱生命的一种的障碍。我想保罗嘛安尼甲咱提醒讲，因为照肉体的。意向肉体的事，照上帝的意向上帝的事，因为肉体的意向是死，上帝的意向是活甲平安。今日经文内面提出，咱需要真正认捌这位上帝，因为咱认捌，咱就会当避免罪或者是人的人性的软弱对咱生命的影响。伫中国的古书内面有一个《金瓶梅》的。二十五回的所在安尼讲，讲饱暖思淫欲，饥寒起盗心吼。这个意思就是讲当咱的生活舒适咱安尼生活好些了后，咱开始有一种安尼伫个所在放纵私欲的可能性开始有一种非分之想。这是伫咱的社会中间嘛，不断予咱看见。真侪人安尼会伫个艰苦中间做伙拍拼，总是当伊有一日伊个生活好过了后，开始伫迄个所在产生真侪问题。所以我真爱箴言，也是智慧的册，安尼甲咱提醒讲，伊向上帝求即、這个智慧的人向上帝求两件事。伊讲，我求你两件事，伫我未死的代生，唔通无予我求你，予虚假甲白贼离开我远远，予我无丧香也无好业。用所着用的美娘，予我食。明仔我饱足，毋捌你。讲，妖花是一罪，
走了我送向石头体，地到释度上帝的名。咱的生命需要常常要有警醒，咱常常需要被提醒。耶稣在马太福音书的记载中间，到耶稣的最后的时阵啊，伊伫啊安尼要上十字架啊，伊最后讲啊三个比喻吼，互咱会得到伫迄中间真要紧的提醒，就是马太福音书25章啊，第一个比喻就是对第一节到十三节，耶稣用十个财色女来提醒。五个有准备油，五个无准备油，啊，安尼就是讲提醒讲，咱爱中毒，啊，这中毒就是中文讲要警醒，咱爱警醒。第二个，比如14节到30节，就是讲咱爱发挥咱的恩赐，上帝给咱5000，咱就爱发挥5000；上帝给咱2000，咱就爱发挥2000，用恩赐来服侍。第三个，比如就是讲，当上帝国临到的时，伊将羊给分做山羊甲绵羊。没有，因为因会晓关心人，山羊因看袂到需要关心的人。那咱会当通过耶稣所讲的啊，跩比如嘛是真要紧的提醒。伫最后上帝国临到的时候，咱的生命到底安怎活？咱伫最后的时刻，咱敢有真做一个警醒的人？咱做迄当心来祈祷。听我来听，别上帝，我感谢你。予阮的生活无拄到欠亏，刚才伫阮欠亏中间，阮的生命啊，伫个所在无活出上帝你所创造的水。感谢你伫阮生活的平顺的中间，体会天父上帝你的恩典教养阮用，求你予阮有警醒的心，常常伫生活的中间来反省阮，予阮真正认捌你，阮的信心。更加站在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